我们认识这个 N 的这个中介呢，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但是通过和他合作，他帮我们那个把我们的房子放上那个市场，就是他做市场还有所有的工作都非常的专业，非常的认真，很敬业，最重要的呢就是他从卖家的这个方面去考虑问题，非常替卖家着想，想到所有的点，需要我们需要做的任何的可以让我们房子呈现出最完美的一个状况，他都替我们考虑到。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是华人，但是就是我们如果说可以让 Inda 来为我们的房子做这个中介这个工作的话，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他真的是非常专业，很敬业，然后他对于自己的工作的话，他真的是非常了解自己应该是从什么方向来帮助这个卖家可以把他的房子卖到最高的价位。然后这次我们的房子是不到两周的时间就拍卖，然后卖到一个非常理想的价格，比我们的那个预期的话整整要高出了很多。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如果是华人的朋友能够考虑这个 Inda 的这个工作，来协助你卖你的房子，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中介。有同意，我觉得最重要的吧就是他非常的诚实，然后脚踏实地，他做事情很勤恳，然后给你的那个proposal 什么的都是比较考虑比较周到，而且很现实。但是当他进行操作的时候，他又会 go extra mile， 把这个东西就是做真的是 represent 你的那个 interest， 把它尽量做到最好。然后他总是会就是根据这个情况来给你最好的建议，我觉得这一点很了不起。对。然后从结果上来讲的话，对我们这个房子就卖得非常满意。然后我们当时也没有想过会卖得这么好，但是我们当时给的这个心理价位，他就是很明确的指出这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实际上已经就离 CV 还是已经就比 CV 高了很多了。然后对，如果就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很有能力啊，把很多客户也都带过来看，然后弄得就是非常热闹，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房子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是最重要的一点，然后才可以把价位竞争上去嘛。所以对，绝对推荐。我们的华人朋友啊，不要错过这样好的中介，谢谢。